来沃尔玛逛一逛，沃尔玛还是很受欢迎的，它停车场基本上都停满。像这块没人停的，是给那种残疾人停的，只有残疾人才可以停，其他人都不可以停。现在他们室内已经不强制戴口罩了，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就都自由了，根本都不戴口罩。但是我还是在坚持戴的。现在基本上戴口罩的和不戴口罩的差不多少是一半一半，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坚持戴。看看沃尔玛的菜价，这个大头菜8.2一磅，西兰花1.72一磅，这个角瓜1.48一磅，小胡萝卜9.8一磅，这一袋儿，这个大袋的5磅3.88，还有这种的超小根的这个胡萝卜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种，也是9.8一袋，但是非常小。是这个面包圈4.2813个，这个基本上是我每次来他家都必买的东西。羊排3.94一磅，这个他给你包装好的这一大块大概是16块左右。鸡肉，他这鸡肉也是刺儿就比较贵，鸡翅就是3.56一磅，然后上边的这个腿就是大概是1.5一磅。我本来是想来买点鸡蛋，但是现在这鸡蛋都没了，这货架子全空。今天是周末，现在这个鸡蛋全都被抢光了，看，只有这种贵的，这种有机的鸡蛋还剩一点，那种平常的一点的便宜的鸡蛋全都没了。这已经是我来的第二个沃尔玛了，我之前去了一家了，就已经没有鸡蛋了，连那种贵的有机的鸡蛋都没有。看看这个油，3.7910.24，这儿还有便宜一点的7.多。这些橄榄油就贵了，量只有那种油的可能1/3、1/4，但价钱都是好几倍。盐这一小桶1.12，这儿有稍微贵一点的是2.24，但是它这些调料啥的就特别贵，这样一小瓶就要1.多，有的最贵的都要4-5块。这小瓶迷迭香4.57，哈根达斯冰淇淋3.5，他家冰淇淋降价了啊，原来这个小的要3.98，现在变成3.5。佩雷罗的巧克力，这一大盒10.48，小的是9.48。这儿还有一个更小的5.28，这个领导巧克力6.48一袋儿，这个巧克力吃起来很好的，感觉味道啥的都挺柔和的，也挺浓的。 MM 豆大袋儿的5.98一袋儿，小一点的3.88一袋儿。买了一点东西，现在准备回家了，本来想买鸡蛋，但是也没有买到，只能回家了，过两天再买。